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户外小徐。然后最近啊，很多朋友问花篮不爱上鱼了，我这也是啊，花篮确实是不爱上鱼了。现在玩花篮吧，就找这种草洞，看见没有？周围全都是水草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草洞，然后把花篮放到里边，放到草洞里边，去掏这个黑鱼窝，这样去搞了，只能是这么搞了啊。也能逮到其他的鱼，逮这个黄辣丁啊、翘嘴啊，特别是翘嘴啊，都逮的比较好。这地方有点水草，就不用用水草，用水草就少一点。放这，直接放到这个草洞里边，然后周围拿水草盖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现在只能盯黑鱼窝去搞了，就这么搞 ，OK 啊，简简单单的。然后在这个水面上看这资源啊，这资源特别好啊。看着在水面上一个白色的，看见了吗？在那儿，那也是一个草洞，看见这个白色的吗？也是一个草洞，然后也放到那一个啊。现在老弟也开始搞龙虾了，不能天天光搞这个。